黄色的爱心，我们点点这个黄色的爱心，我们出去看一下阿伟哥他走了没有？对，点个50个，然后我们把赞赞点起来，爸爸攒到把赞赞点到50、60万，我们就出去看一下他还在那里跟阿依莫聊天还是走了，好不好，帅哥姐吗？谢谢点赞，谢谢点赞，对，我们把赞赞点起来，把我们的这个粉丝团50个，就50个，把我们的粉丝团点这个黄色的爱心，把我们的50个粉丝团也点起来，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帅哥姐们，谢谢。对，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去看一下，伟哥走了还是还在那里？如果他还在那里的话，他说明真的他在，有可能还在等我，对不对？他如果不在那里的话，他肯定是他也真的走了，对不对？你们说对不对？谢谢点赞，谢谢谢谢，对，对，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把赞赞点起来，然后把我们的粉丝团点起来，我们就点击这个黄色的爱心，我们点起来，然后我们去看一下阿伟哥他走了没有，我们就赌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说走了还是你们觉得阿伟哥走了的就扣个一，你们觉得还没走的就扣个二，好不好？你们觉得走了的就扣个一，还没走的就扣个二。来，我们谁多，我们就赌一把。我们叔叔阿姨们就赌一把。我觉得阿伟哥他应该没有走，他应该还在那里等我一下，对不对？会不会还是我想多了？你们觉得走了的就扣个一，没走的就扣个二。谢谢点赞，谢谢点赞，谢谢谢谢，哇，赞赞快点到50万了，我们把赞赞点到60万，把我们的这个粉丝团点起来，对，把我们这个粉丝团点起来，然后我们就等个，我们40就等个3分钟，我们就赌一把，我们去看一下他走了还是没走，如果他没走的话，阿伟哥他肯定是真的有可能在等我，对不对？还在等我，但是如果他走了的话，他真的已经完完全全走了，对不对？谢谢点赞，来我们5500个叔叔阿姨哥哥姐们，我们来，我们就点点这个小黄心，我们就加入一波粉丝团。我们刚刚说的是50个，现在还差30个，现在还差30个，我们5500个人连30个马上就点到了的，马上就点到了的啊！我们就点个30个，我们就要出去看。现在38分了，我们就40分的时候就出去看啊！我们40分就出去看，然后我们把赞赞点到50万啊！我们赞赞点到50万，谢谢谢谢帅哥姐们，谢谢。对，我们就把这个爱心黄色的爱心点起来，这个黄色的爱心就是粉丝团。我为什么叫你们点击那个黄色的爱心呢？因为黄色的爱心，你们点击了这个黄色的爱心，就会我头上会点击跳出一个粉丝团。这个粉丝团是什么呢？这个粉丝团呢，你们进入了这个粉丝团之后，我以后发作品或者发信息干嘛，我们平时聊天干嘛都你们都看得到，知道吗，帅哥姐们？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多关心关心阿紫，真的，阿紫希望有人关心，就是阿紫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加入这个粉丝团，多多关心阿紫，知道吗？谢谢帅哥姐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你们不停的给阿紫加入粉丝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对，来我们把我看一下还差多少个粉丝团啊，还差20个，还差20个，帅哥姐们，来我们加油，我们5600个人，我们就一人点一票，一人点一票都不用，就20票了，就20票了啊，就20个人点就可以了，就20个人点就可以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加入粉丝团，还有谢谢你们给阿紫点点赞，我们赞赞也快点到60万了，我们赞赞也快点到60万，现在39分了，40分我们就出去看。然后阿伟哥走了还是没走？如果他真的没走到，有可能他在看我直播间，然后还在那里等我，对不对？他走了的话，他真的也他，我在他心里面肯定确实什么都不是，对不对？谢谢点赞，谢谢谢谢帅哥姐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还差10票，还差10票，来加油，帅哥姐们，还差10票，我们把粉丝团，我们把这个爱心点起来，还差10票啊，还差10票就够了啊，还差10票就够了，只点10票就可以了啊，不要点多了啊，点多了就进不去的啊，只点10票就可以了，多了就进不去啊，他只能赚200-300票的啊，就多了就进不去的啊，你们就对进不去了就不要点了啊，有些他进不去的话就点。
就不要点了啊！谢谢谢谢你们，谢谢点赞，谢谢谢谢帅哥姐们，谢谢你们对阿紫的支持，谢谢感谢，然后给阿紫打一波正能量好不好？给阿紫打一波正能量，谢谢感谢。来，赞赞已经点到57万了，是帅哥姐们加油啊！40飞了是不是？40了，我就出去看10:40了吗？10:40了吗？对，你们点那个粉丝团，点这个黄色的爱心的话，它满了的话，你们是点不进去的啊。没满的话就点得进去的啊。所以呢，它因为它那个粉丝团是只有我真正支持我的帅哥哥姐姐才能点进去的，知道吗？所以呢，谢谢点赞，谢谢，来给阿紫打一波加油好不好？我们就鼓起勇气就出去看一下，阿伟哥还在不在那里？给阿紫打一波加油，来帅哥姐姐们给阿紫打一波加油，谢谢你们，谢谢帅哥姐们，谢谢你们，谢谢。对，给阿紫打一波加油，我们5500个人，然后点一下这个黄色的爱心啊，来把赞只有赞快60万了啊，快60万了，我们出去看一下，阿伟哥他走了没有啊，我们出去看一下，然后他应该走了，我觉得肯定走了，有可能还在。谢谢帅哥姐们，走了。他已经走了，是帅哥姐吗？没事，你们多骂我一点吧。你们把我骂得惨惨的，骂阿紫没良心，骂阿紫不是个人，好不好？是帅哥姐们，你们就这样骂我吧。你们骂我了，我心里会舒服，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为我的以后幸福着想，为我的人生着想，所以呢，我知道你们是为我着急，所以呢，再骂我。所以呢，你们多骂我一点没事，帅哥姐们，你们就不停的骂我吧。我以为阿伟哥他还在那里呢，阿姨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我以为他们两个还在那里聊天呢。我也下播了，帅哥姐嘛，我也下播了。我也想播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吧。阿伟哥他真的走了。拜拜。
拜。就这样吧，叔叔阿姨姐们，我下播了，拜拜。